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继续一起关注首届湾区杯大棋师赛八强战的比赛。好，我们今天请到讲棋嘉宾是王浩洋老师。王老师好。杨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这个大棋师赛，王老师听着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有气场，是不是？很大。对。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这个八强战。没错。这大棋师赛也是2021年年末的最后一项的国内的顶级赛事了吧？没错，应该是的。那么今天也是中国八位顶尖高手争夺今年年末的最后一项头衔战的冠军。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画面。这个赛场是在深圳。是在深圳。我印象中好像32强和16强的时候是在中国棋院2楼举行的，是分两个赛场，好像分两个赛场，一个是在中国棋院的2楼的这个对局室，还有一个是在杭州。哦，是这样哦。那这个今天是八强赛是统一是在深圳开赛的吗？对，在深圳线下。这个面棋的画面感觉已经很久没见到了，是吧？九尾的画面啊。这丁浩对荣毅，荣毅也是外卡选手啊，进入八强。就是本次参赛的资格是由最新的等级分加上外卡组成的哈。上次对我也是学习了一下。是吗？对，上次是学习了一下，是等级分前三十一。前三十一。对。再加上荣毅组成了32强没错。那我们今天讲两盘棋，一盘棋是陀嘉熙对阵米玉婷，另外一盘棋是童梦成对阵郭子豪。那么这两盘棋呢，也是由我们观众朋友投票选出的两盘棋那看来也是焦点之战。没错。那我首先给大家讲的这盘棋是陀嘉熙对阵米玉婷的。好。那我们进入棋局。好。经过拆迁的话，陀嘉熙猜到了黑棋。是黑棋米玉婷白棋。这两个棋手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不过好像陀老最近的成绩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出色。相对于老米来说的话好像是稍微差了一点。不过也是很强其实。那他们的年纪我印象中不知道记得对不对是不是差几岁？没错，年纪上的话，那个老米还是要年轻几岁，年轻一点，年轻几岁的。因为刚刚王老师提起这，我就在想，因为确实这围棋它也是竞技项目嘛，他年纪是不是也会这个影响他竞技状态？可能吧，也许会事情稍微多一点的话，稍微会有点分心之类的。好。然后实战。那个陀老直接第三手就点三三也看得出来这个都不站脚直接点三三，求战欲望还是非常强啊。然后白棋是挡，对，黑棋是爬，白的飞，飞一个，然后实战等于陀老很有勇气，这个这手棋可能就是感觉热心的棋迷的话应该知道叫什么米氏飞刀，是就是单拖这一手棋应该叫是米氏飞刀，对，结果今天陀老使用米氏飞刀对阵米玉婷，创造米氏飞刀的人还是就很有勇气，很有勇气我不怕你，对，我用你的东西来对付你，是这个之所以称之为米氏飞刀是米玉婷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下，还是说他对这个深有研究？应该是他首次下出来的。首次下出来的。对，就是当时。对，就是当时这手棋大家还是下的还是少。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 AI 了，可能就是说老米他在利用 AI 学习的同时就是看到了这手棋。然后自己呢经过了研究。然后首次就下出来了，后来就下出来以后，关键是那倒也没啥，但是他每次下了以后呢，就有人模仿，然后但是每次模仿都模仿不对，然后呢，他每次下他都能便宜，当时开始的时候下，他每次下都能便宜，就不管别人怎么应，他的最后
都是贪便宜。就这里的变化还特别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就是模仿还经常模仿不对，对对对，情况没错啊，所以说就是后来就被称为米氏飞刀啊，就它总是能便宜一些。是，但是从这手棋开始称为米氏飞刀，还是说接下来就白棋扳、黑棋顶，然后后续的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加在一起？就是应该说是一拖一扳，然后一顶，再一顶，然后黑白棋一退。那么这个棋型就是被称为米氏飞刀，就典型的米氏飞刀，就是黑的一冲，然后一挡，然后断在底下，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米氏飞刀的一个棋型，所以说，托老还是很有勇气的，托老，托这个，对，就是说这个托的话，虽然说它是米氏飞刀，但是它也不是说我就要这样下，它是因为有这个原因的啊，就是正常来说，其实顶一个黑白棋挡黑棋扳的话呢，其实这个局部也是完全可以下的，不是就不行啊。那么它唯一就是担心的话呢，是担心白棋会扳这个。哦，然后黑棋挡住，黑棋应该是只能挡住啊，挡住。如果黑的打了虎出外边的话呢，里边被先手扳两下，有一点难过。正常是挡住，然后白棋断，对。断的时候黑棋是有打这个和打这个，还有打这个，两种下法啊。对。那现在这个是空角，应该打哪儿？这个有点难。对，这个棋一般来说看周围配合嘛，决定打哪儿。但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啊，打这儿哈。如果说打这儿的话呢，白棋打，那黑棋提掉或者脱先。不论是提掉还是脱先吧，反正就是下成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白棋在局部来说比较满意。因为他等于这一手棋呢，把这个头也封住了，把这个头也封住了。就把对方都封住了，只是这一下稍微亏一点。稍微亏一点。不走，本来力是先手。倒也还好哈。就是亏肯定亏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两个，那黑棋就没法看了，完全看不了了。没法下。对。就唯一就是黑棋能接受的话，因为你这扳了一下，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还是这个白棋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局面下，因为黑棋争了一个先手，因为这边空角很大嘛，黑棋先手抢到这个，整体配合起来是不是还挺好？只能说差不多，就是就是黑棋肯定有它得意的地方，因为我可以站到这个角嘛，然后得让这儿发展不起来。当然就是你站角，其实这有个角，这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两个是剑合，那么这样的话，在局部来说，白棋可能是比较满意。而且之前对于这个点三三的定势，当时认为就是有外势的一方，他会更侧重于发展旁边的区域，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局限。对，没有。经常能看到点完三三挡了之后，这边也不拆边啊，对也不去发展，就放在这儿。对，也不拆边，别人也不拆过来。对，就这样双方都可以下哈。都可以下，其实这样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就是他顶了扳会有这个扳了断的隐患。那如果说黑棋吃这个的话，那么白棋吃黑的棋，白的打粘上，对，一下，对，然后下成这样，正常来说这个定势是飞出来的嘛，黑棋，但现在由于这个角是一个空角，就谁都没有，那么被争掉的话，那这个就不能成为一个定势了，就是黑棋会很亏的一个定势。这个地方啊，因为你说那我如果站个角，比如说你再补个征子，对吧，然后我再站个角，那我是不是黑的等于我站了三个角，好像速度也还可以啊，但是你可能你站角引征的时候，就白棋这个地方它补引征，它可以靠在这里补啊，先靠，对啊，先试黑棋应手，对，然后那黑棋就是上场肯定不行，被一扳肯定不行，你要是下力的话，被藏在这儿肯定也是比较委屈，里边还没有活，这将来还不是眼，那么他这个征子也就不严厉了。那正常来说黑棋上扳或者下扳比较多，那如果你下扳的话，我白棋就扳住，让你吃长，你只能选择一个转换，因为你再进去这征子还是不利，应该是那只能吃，然后白棋吃这个提掉，掉，白棋大吃，黑的只能这么回去，只能回去，对，然后再回去。那么下成这样以后，我们看到通过白棋这一靠到现在的交换的话，白棋就可以脱先了。你现在这个征子就不严厉了，
因为你现在最后再跑，比如说白棋，我就打吃一个，我是争不掉你，嗯，但是呢，我就尝一个，退一个啊，对，这白棋局部已经是活棋了，就是几乎吧。你说你要非要这样就是跑也能杀，也能杀我，但是我肯定不怕。你要打一我一提正好就活了。嗯、那么基本上就像杨子老师说的，这个棋白的局部已经活了、嗯。那么我这块活了，这块比如说你拐我就退、嗯，我这块也是活的、嗯。其实你出来就没有意义了。是。对白棋来说就毫无惧怕。嗯。那么几乎就是说我把这个征子就防住了，啊。那么现在就是说我这个靠你要搬下面，我一连搬下成这样，我白棋脱线了。嗯啊，其实正常大家下棋的时候也能下到这样的。其实，就别人很多可能跟你们下的时候就引征一个，然后你们就老老实实补，然后就别人这边连下两手，可能不像他现在占星位那么温柔，就是可能他引征的时候会稍微严厉一些，稍微厉害一点，稍微厉害一点。你就说这棋是可以靠这个啊。如果说黑棋如果上搬，白棋呢我就下搬。嗯。我就下扳，那么如果说你打吃，啊，那么白棋我就打吃。哦，这打先手一粘、啊、脚上，啊，牺牲了。就是说我虽然我这手棋也是在补这个征子，嗯，但是我在补的时候把你脚还给拿下了，嗯，那这样的话效率肯定比我自己补一个要高得多。是啊、哦、这个靠是好棋，对，这个靠时机很重要，对，时机很重要，就是然后他只要他搬你就下搬，嗯，他如果说走这个，那么你就虎，然后黑的可以先跑一下征子有利，那么白的就粘上没关系，嗯，然后黑的粘，那白的就虎起来。这样的话局部黑棋这两个是两个后手眼、嗯、那么局部是没活的，黑的得跑，那显然黑棋作战非常过分了。是是啊，嗯，那王老师就这个点三三定式啊，对于我们棋迷朋友来说其实也是经常下，对啊，包括高手的对局把这个学会了很实用。对，当白棋断的时候，黑棋是选择打这儿还是打这儿、嗯、是不是可以看征子，跟征子是非常有大的关系。征子有利就打这儿。如果说这个子不那个，就是说或者说征子不利，千万不能打这儿。就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吧。嗯。就是，但也不能特别的绝对。嗯。就正常来说，征子如果黑棋有利，这个子不能被征掉的话，黑白棋不是只能飞一个吗？对、嗯。那飞一个的话，这个局部的话，就是双方都可以下。啊，都可以下。啊，对，这样的话就是局部定型的话，双方都可以下。嗯、那么其实。选择哪个，你当打这个然后提掉局部，其实双方也可以下、嗯、就是你要跟就要看配合了、嗯、要看配合了啊。如果征子不利的话呢，就是你也不是说这个打就不能下，有的时候你配合好的时候你搬一个也行啊、哦、对，还有搬的下法啊，对，就是说你怕被他征掉的话你搬也行，搬一个的话就是白棋跑、这个、跑，然后白的打吃，然后黑的飞、嗯、啊，那么白棋有提的有顶的，然后这两个下法都有，嗯，啊，如果我们看题呢，就是长一个，啊，然后白的跳，嗯，然后黑的飞一个，跳一个都有，就是，啊，如果跳的话呢，就飞这个，啊，如果好像飞的话呢，就尖这个，就是，当然就是对于白棋来说，就是对于黑棋来说，如果说这个棋搬一个好，那么大家都搬了，对吧？所以说是完全是因为这个飞被征掉。他不满意，所以说他才要搬这个啊、哦，所以才出现的搬，所以才出现的搬、哦。他是这个是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现在目前的这个问题，嗯、但是这招棋本身下成这样被提掉呢，其实并不是很好。嗯啊，这黑棋如果要选择这个，需要看配合，需要看配合。如果周围子力较多，跟对方作战有利的情况下，也可以选。对，也可以下，也是一种选择、啊。对对，就是你需要吃到这边的时候、哦，你认为你需要吃到这边的时候，嗯、那么征子不利，但是你可以搬。对，但是在吃之前，先把这个预想头先想一下，对，要想它合不合适、啊。对，要想好，没错。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打一个。嗯、对，不合适就打这个算了。哦、啊，那么就像实战这个，今天啊，托老哥啊，老米这个棋是这样、嗯，那么他认为啊，我顶了扳，被你一扳，可能这几个变化，单、啊、错，我都不是很满意。那么都不满意的时候。它演变出了这个密室飞刀哦，单拖啊，嗯，它不是说这个逻辑关系很强，对，是吧？对啊，它是因为有因为才有这个所以，嗯，它不是说我就这个没事我没事干我找你打架，是不并不是这样的，
啊，有的时候这个打架可能就打亏了，万一你争子不利，就是你这步棋也要看争子。嗯，你是未到也是要看争子的。像我们定式有很多后续的变化，是不是每一种的递增式的这种演变都是像刚王老说的，都是有因为所以，对对啊，才会发生的，对，是这样哈。是的啊，大家就千万不能一味的去模仿，我是觉得啊，一味的模仿就不对了，就是你得理解，就其中它什么意思，它为什么这么下，那么你就掌握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是，那这个托的时候，我记得之前刚出现这个托的时候，相当于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要下成米氏飞刀，因为白棋白黑的会顶。但现在我看托的时候，白棋有脱先的，有脱先的，对，就是他可能觉得搬下来这样的作战对自己来说没有太大的把握，他就不走了。不走也可以，不走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正常来说，如果不走被这样搬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搬到这里，对，搬到这里，然后断，爬，长，对，然后呢，黑棋长，白的这个棋得立，那么这时候黑棋先顶一下这个，这是棋形的要点，这能挡吗？这只能管，然后呢，他再挡，因为他如果先挡和白棋在拆二交换的时候，你再靠这个，那么我就不挡了，我就跳出来了，现在因为我们没挡这个，你要是跳出来。那我这一爬过以后，那我就不挡这个做活了，我就飞下来了。是啊，所以说这个靠一下这个次序也是很重要。然后白的拐，黑的挡，然后白的拆二，对，然后黑的现在有长的也有扳的这两个下法啊。我觉得扳一个其实比较简单啊。其实下成这样的话，局部作战白棋有一点苦，就是他可能需要爬很多个二路。对，来做活。很明显，这个冲或者断都不可取。对他可能对需要爬很多个二路，气不够了，是。所以下成这样的话，白棋稍微有一点苦。是啊，就在这个局部，如果说脱先的话，黑棋的比较严厉的手段可以从这里搬出来。是。对。那我们看实战，实战是黑棋白棋是搬。实战他是现在他没有搬，先挂个角。他先挂了个角。先挂了一个角。先挂了个角。然后黑棋呢就飞一个，然后白棋就搬下来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米氏飞刀，对，黑棋是顶，白棋退，就是很多时候呢，下棋中很多就是大家打架打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打，而是说就是契合就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时候退让一个，我一退，那么被黑的一爬，然后我再一退。那其实呢，就等于就是和这个差不太多，就和白的直接搬下来这样差不太多。但这样的话本来大家是觉得黑的不好的嘛，但在那个人工智能出来之前，但是后来被等于是被推翻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就觉得白棋这样就是稍微有点缓啊，但是不是说就肯定不好，稍微有点缓也是可以下，那么如果他退，其实可能就下成这样了，对吧？相当于这样。对，相当于这样了。那我肯定不肯，因为本身我是希望你顶了扳，我扳你的，结果你这个，那你让我退，我肯定不肯，对吧？那我就肯定跟你来，那么就大家那么就从心情上对就打起来，不能退让啊，对，就是有个叫契合，就是围棋中有个契合，黑棋冲，对，然后断，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米氏飞刀。白棋小尖，黑的长，就是首先下米氏飞刀，我们得知道，就是黑的拖的时候，肯定是黑棋主动拖的时候，得知道什么。你搬的时候，千万别被人给断了，对不起，你这边断了就坏菜了。对，这个坏菜了坏菜了，对，跟争子有关系。对对，让这个黑棋长，然后白的一跳，你这个三个争不掉它。你就坏菜了，但是现在这个都没有，都没有就不用说，那肯定争掉了，如果说争不掉这三个，那白黑棋就要坏了，因为现在你这棋你争不掉，反正只能从这上面打了粘，关键是白棋人家虎这个是先手，你这边得走，你这走完以后你可能你就不知道该走什么，你就不知道该走什么，你走这个可能人家白棋先走一个这个，或者拐死你，就是怎么走这棋黑的基本上都凉凉了，就算尖一个也行，尖一个这边没有棋了，你得搬，你搬完以后黑的白棋粘上白的再把这个拐下来，你这个地方你搬粘以后里边好像也杀不过，你就杀过来外边黑白棋太厚了，是就争子不利，这棋黑棋是绝对不能下的。对，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争子，就很多定式都跟争子有关系。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黑的搬、啊、搬的时候、嗯、哦，白棋实战走的是打吃，对，白棋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下法实在是太多了。嗯，为什么说米氏飞刀那个特别复杂，就是他现在搬在这儿是一个基本型，现在白棋搬一个可以，嗯，然后断一个就是你就是说跟政治有关系，跟政治有关系、嗯、然后呢粘一个可以，粘这个啊、嗯、然后虎一个可以，嗯，然后上实战吃这个可以，这也可以，还有虎这个也可以，哦，还虎这儿的，就你看这有一个、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下法，就他这是确定的一个基本型、嗯、然后他的分支有这么多个，嗯，所以说米氏飞刀非常的复杂的是啊，要把每一个都得每一个分支几乎都得搞明白哈、啊，几乎你都得搞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不然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下一步是，没错，是不是这个、嗯、王老师，是不是这个班是相对班是最开始出现最复杂的呢？最开始出现的，我是觉得这个班、嗯、这里面的气啊，我就是总是数不明白、嗯、班一个是最复杂的，对，然后黑棋虎下去、嗯、这里边对黑的虎下去、嗯、这里边跟气有关系、嗯、这个棋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搞清楚这个局部、嗯、那咱们这第一盘棋可能后面也就不用再看了，只能讲这一个定式了是吧就是一个定式讲完，可能这盘棋时间那个完了，然后下一盘棋咱们还得摆这个，是，然后第二盘棋也不用看了，还是得摆这个、哦、就是你两个小时是绝对结束不了这样这个局部的这个变化，嗯啊，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复杂复杂、啊、是吧，嗯，当然就是这个我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个嗯最简明的变化、嗯、就是粘上、嗯、啊，对，粘上然后黑的立，然后呢、啊、白的一断，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下成这样了，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图，挡下去，挡下去，嗯，然后再挡下去，挡下去，嗯，嗯，然后黑的这个棋立啊，这样的话黑棋的目数呢是以最大的一个限度把这个三个吃掉，嗯、然后白棋打起来，啊，黑棋长，白棋贴，黑的长，然后白的有飞的有贴的，就算就飞吧，啊，然后黑的有飞的有跳的。嗯嗯嗯，就差不多算这样，这左右差嘛、嗯，就是这样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图。那么现在这个图跟什么有关系？跟配合有关系。嗯，如果说这棋现在，比如说黑的是个这样的啊，这个子在这儿这样的，比如说这样，嗯，就如果说是这样啊，如果说这样，那么或者是这个也行，这个也行，嗯、黑棋就不太好。嗯，看着白棋特别满意、嗯、啊，这个后势加这个角的配合、嗯、如果说您下棋的时候、嗯、右上角是你的啊、嗯、你的配合不管是这样还是这样是或者这样或者这样，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只要你是你的手角，然后如果别人要跟你下这个米氏飞刀、嗯、你这一粘这样一贴，黑棋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很简明的，你就是避开了这个东西，然后还形势还不错。嗯，这样也更容易理解哈、嗯，就是走一个外势，对，一起扩张这一带。对对、哦，嗯，当然就是你想下成这样，有一点想美好了，想美了。因为首先你这个飞的时候，我们再还原到这个时候，那黑棋它就不会妥，它顶了扳了。首先它是正子有力，让它顶了扳，你也不怕你从这边下来。所以说，你想形成这样的话，还是得有对手配合，不有一定特殊的一个场合呀，一些啊、嗯，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嗯啊，如果对方配合你的话，我们就、啊、就像这样、啊、这样对、啊、对对，那就是形成一个特别如愿以偿的局面。啊、就是实战这样呢？实战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下啊，因为那边有个子儿啊，对，其实、啊、相互也能配合起来，对，也能配合起来，啊、其实也是可以下的，可以下啊。当然，围绕着这个，确实有太这个无穷无尽的变化。是、嗯、啊，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到这里，没错。现在既然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实战的话，白棋是打在这儿，对，他打在这儿啊。打在这儿的话呢，就是也跟政子有关系、嗯，就这里的每一个变化都包含着跟政子有关系。嗯，打在这儿的话呢，那就是说正常的话啊，嗯，黑棋立一个，嗯，啊，那么白棋断，跟什么政子有关系呢？跟这个打吃有关系。如果打吃，白的长，黑的接住，嗯，白的争这个，如果争不掉这个。那么黑白棋拐，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在从这打了长出来呢，那么就是说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嗯，长这个。嗯，贴的打，这样提，然后再打吃，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这还能斩吗、
就是要打了搬这个，搬这个不能从这个搬一下再打。啊，粘不行，粘我长先手搬你是出不来的，就是你可能就白棋可能就搬一个，这个吃了，吃了对，然后黑的长，白的双，黑的跳一个，跳一个，对，形成这样一个转换，啊，转换的话，嗯，好像黑棋还可以，黑棋还可以，好像黑棋还可以，但是也不一就差不多吧，就是可能现在白棋能站到这个角，是不是也还能满意呢？嗯，也还能满意呢，嗯，啊，那就差不多，就是可能黑棋还行吧，嗯，啊。然后就是说，那如果被征掉，那就不说了，肯定白棋还可以，对吧？要看这个征子啊，要看的是现在这个征子是白棋有利。那对啊，谁都没子、啊。这边空角啊。那如果说黑的猴呢，白棋打这个，然后黑的一长，白的从这爬出来，这就又复杂了。就但是就是就黑棋是不太行这样。从这儿爬出来啊？从这儿爬出来。这爬出来，黑棋挡。对，白的爬。再爬出去。对。哦、然后黑的长，然后再爬。哦，这个下法我之前真没见过，是最新的下出来的吗？也不是最新的吧，就是太久没关注了，是吗？就这期其实不难，如果你挡的话呢，哦、我断，断一个。然后你长，你只有长对吧？然后我一爬，哦、你局部杀气杀不过我，其实也不难，就你打吃，我打吃先手，然后我一靠，我四口气、嗯、三口气。嗯嗯，你要是挡住我一团，你这里还不如棋，那就杀棋肯定杀不过我。嗯，那杀不过我，那白棋肯定黑棋肯定不太好。嗯，啊，然后黑棋就不能挡，黑棋就只能打这个做活，然后白棋搬起来。啊、哦，对，然后黑的提掉。这个局势演变的越来越简明了。啊、哦，对，这个黑棋双方、哦、白黑白双都先活掉了。反正现在这样，反正白的这种跳一个也可以，然后这边什么虎一个也可以，哦、就白棋还行，哦、这样。嗯。啊，就但是太复杂了、哦，真的好复杂。嗯，对，我不推荐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用这个，但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可以从欣赏的角度、嗯、啊，我们体会一下高手这个思路。就其实我们可能是以前可能知道一个叫大斜千变的一个变化啊、嗯，跟这个比起来但跟这个比起来就完全就不行了。是啊，因为这里的变化就是永远都包含着转换。嗯。判断和转化、嗯、还有征子各种各样的一个哪一步棋如果下错了、嗯、或者是没记住、嗯、是不是就有可能这个整个这块这个局部都崩溃了，就可能会很亏。嗯嗯，我们看实战，看实战、啊、实战白棋是吃的时候黑棋打出来了，对，然后打这个他就现在征子不利嘛，就黑棋征子不利的时候就选择这个打出来、啊、对啊、嗯，当然打出来就不是我能理解的了、嗯嗯、啊，就是因为他这是一个变化，因为征子不利，我是觉得黑的这个地方稍微，啊，那么现在、哦、黑棋立了一个，啊，先立了一个，啊，现在立，现在立，啊，然后白棋是吃，白的吃，啊，这个跟刚才咱们那个变化有点相似，你发现没有？嗯，啊，打吃，对，白棋粘上，嗯，然后黑棋是扳住，哇，这个角上是啥情况？要对杀了吗？白棋爬，嗯，黑棋是挡，黑的挡住，黑的只能挡住先、嗯、啊，因为黑的如果想吃白棋这三个呀，如果能吃了，肯定他就不挡了。嗯，但当你打吃的时候，好像白棋可以把你团住。哦，这是后手了。对，你当然你要提这个，那我提金把你夹死的话，肯定不行。等于这三块白棋把你这给吃了，你肯定不行。那么只能挡的话，我一就收气，好像里边死了，对，应该打不到，因为如果打到那开心了，你打到那黑的一吃，那我还挡这个干嘛？我把你上面吃了，对吧？那黑棋可以先打一下吗？但先打一下，可能就白棋可能就转换了，啊，就不一样了。对，你要先打一下，你可能如果下成这样，你打吃，打吃，我接上，对，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你这个打我提，然后你再搬，那么我估计我白棋我可能就把你吃了。哦、oh. 啊，这样的话你转换，你这等于多打了一下，本来就是白棋补，估计也是提的，然后你这损了一下，肯定有一点心疼，嗯，哎、啊，所以这个行棋次序很重要哈、啊，先下什么后下什么，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嗯，实战是爬黑棋挡住，嗯，然后白棋从这里加出来，嗯嗯。局部的脚上的杀气，白棋肯定杀不过黑棋，差一气，啊、对，差一气，从这里寻求出路，对，加。黑棋粘，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定型，嗯，王老师之前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嗯。然后黑棋哦弯这个，弯出来，弯出来，
白的拔，现在白的千万不要爬了，就是说现在要爬的话为什么呀，就是说黑的拐你走这个，然后呢黑的打吃或者对吧，然后长，因为黑棋脚里的气非常长，因为我搬那个黑的是先手，你得跑，那我粘先手，就我的脚气非常长，而且我对我走一个肯定是活了，就你走的话我气也非常长，那么你从这边爬肯定是不好的，那么现在白棋呢也不能挡下去，因为挡下去的话这个提肯定要走，那么白棋就落后手了，这边一跳的话你可能就要爬很多个二路，也是白棋不想看到的，所以白棋就单提提，然后黑的挡住，然后白棋是尖起来，黑棋飞，好，白棋脱先站个角，站个角啊，但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他俩见没见过，反正我是没见过。他们有可能是临场发挥吗？就之前没有研究过，就刚好下到这儿了。不好说，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就这么重要的比赛，八强赛，会这样贸然用一个新的变化吗？不好说、不好说。但是我感觉陀老有可能。有可能是临场发挥，但老米我感觉他应该还是有研究的，我感觉所以下成这样我是判断不出来谁好，但是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给出的还是白棋要便宜一点，是白方胜率是大概在70左右、那就是说白棋还是便宜了一点，白棋便宜但从咱看上去就差不多，这也判断不出来，白棋是震一个，震一个，震，黑棋是跳，靠一下，这个角好想抢，这个角现在等于大家杀的开心啊，顾不上啊，顾不上，顾不上了，是不是双方在这个时候也都想争个先手，但是脱不开手，对吧？退，然后白先把自己飞回来。像成这样的话，应该还是差不多吧，我感觉还是差不多。差不多。黑棋是靠。搬。这棋黑的是直接断上去了。正常长一个的话，可能黑白棋现在也不见会顶，因为为什么？因为顶一个啊，就是黑棋这个靠是先手。其实你顶在这儿，你也没有办法冲断我。就是黑的拐过来，可能也没有那个那么好的棋形，可能白的就粘上。就是是不是陀老觉得退一个让白的粘上下后这块棋的话不太满意啊？他就想先断一下。断，如果你退的话，那么我再长，那我可能便宜了。这样你可能可以争吃我，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弃子呢把这个拐过来。这样的话也满意。然后白的打，对，打，这也是毫不退让，长，然后是再退，这样的话白棋就没有就打一下的意思，就是不想让你长这个，现在呢他逼迫你这样打，然后呢吃这个，他从这边拐过来，就是他觉得他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刚才争吃一个呢要高一些，把这个头给争过来，这个黑棋特别想贴，贴不见得便宜，杨娜，贴我可能我就长，你就长一个，对，你是不是还得贴？我如果不贴的话，感觉是不便宜。如果你不贴的话，比如说这个二子头拐过来，其实并不见得便宜。是啊，如果你再贴的话呢，其实我心态不好，我长不出来。其实我心态好，我就长一个，你也不见得一定便宜。就是这个贴过去很亏损，是吧？白长下去。对，因为我们说啊，就是这个头你始终在白棋后边，那么这个头它始终长在你前面的话，就是这个就我不知道术语叫什么，就感觉我给倒推车，就这后推车啊，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就是说这种贴这种后推车呀，大家下棋的时候可能也经常，但是就是还是少下。对，就是对方很舒服，相当于你是推车，人家是坐车的。对，而且你关键是你这棋你还欠手棋，是你什么时候如果说被别人再拐过来的时候啊，这手棋还是挺俗的。所以像这种棋要贴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当然有的时候这样贴也是可以下，就是比如说你贴起来你直接一路给它推过去之后，这全是你的木，
那么也可以，也可以啊，就是还 是对，但正常。但现在这盘棋现在还有一个角还空着呢，关键这还有个问题是啊，黑棋实战是打啊，白打一下，这个打还是比较冷静吧，应该是先把自己做活，白棋抢到了最后的一个角，抢占了这个角，最后一个角，这个棋也是第60手棋刚下了一个空角，让黑棋走这个，这个是黑棋这个打吃蓄力的后续的一个手段，高打入，白棋是上靠，白棋靠一个肯定就是说惧怕了黑棋的这个后势，还是想尽快的联络，对，还是想尽快的联络，因为你要是这边正常守个角，比如说黑的走一走，你可能这一块棋就有不活，就不活，可能会很惨，因为你这个比如说黑的就算跳一个，你再做活，这还没活，对吧？白棋黑棋算自己走一个，你还得两眼瞪瞪活呢，我再逼住，是，所以这块棋白棋呢一定要尽快的联络，但正常这种高拆三高打入，我们也是给小朋友讲棋的时候，尽量不要选这个下拖或上靠，因为他们特别喜欢下这个，然后就被拔掉一颗子，但这盘棋不一样啊，这盘棋主要白这块棋没有活，先连回去是最重要的事儿。杨子老师说的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小朋友其实他不管是靠这个还是拖呀，我感觉他有一部分，比如说他想吃黑棋，但你得去搞清楚，就是黑棋这样打入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如果是他在破空，那么你肯定是需要正常的攻击跟他作战的，是对吧？他是来破你空的，你不能被他吓到。那么现在的黑棋他是在攻击你。那么在当别人敌人很厚的时候，子力很多的时候，那咱们跟他打仗肯定过分。那么我们就要妥协，就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刚好度过，相当于铺垫一下，先靠黑棋搬的时候加回去。正常来说都是靠上面妥协然后加回去，这样的话上面损失掉呢，底下实控捞到，你要是从底下这个靠，你可能你也能从上面连回来，但底下的木可能就全都没了，损失太大了，对这靠了拖，然后黑棋打吃这个，白棋退，白棋是挂角，这步飞还是挺想下的，其实黑棋接下来飞哈，对，黑的棋这步棋还挺想，因为挂角的话白的实战是抢到了这个，就是我感觉这一代的交换好像黑棋不便宜，就是说如果和直接挂角相比的话，那么白的肯定也是想飞这个，然后黑棋这本来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挺厚的，然后你这三个子呢让白的把这种实力全部围住啊，因为本来小飞其实这还是有打入的，是啊，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这个棋就反正实战下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白棋还是不便宜啊，我觉得不便宜，白的这个实地还挺大的，实地是其实黑棋如果直接挂的话，白是不是也会手脚，走手脚也会手脚，那这样这一系列交换这么看的话啊，王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等于把木头全都送给白棋了，对，是因为黑棋这块棋也没有后顾之忧，也不需要在后上加后，黑棋这个是不打吃，如果就粘的俗的拐下来，拐下来不行吗？我是觉得这个头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头是无论是从实地还是从外势，我感觉都很重要，能搬吗？这个过分了，杨老师你一我就不敢下了，你搬这个被我这一搬呢，我就撑住，这你这不行啊，这应该是全是大断点哈，应该是不太行，比如我就冲或者我就粘，你不便宜，关键是不便宜，这被我搬两下我就再下来，你也不便宜，冷静，你冷静还是退一个，因为感觉被你挡着还先手，挡的话你顶在这儿，这就顶一个 还行吧，就算还行，那你顶我可能我也打一个，要不然被你长串了，我就打一个就下成这样，那下成这样我觉得还是黑棋还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棋将来我搬粘完了这还有加，就是这木数和厚薄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黑的一挂白的一飞黑的在这想成木也不可能，还不如我觉得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黑的这手棋下的还是挺值得的，还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对实战从结果上看确实这些挺损失地的，对，我从这样看我感觉上对，但他确实可以获得一个先手，对这也是他的收获，点 33, 点三三，
爬，长，立啊，这个棋呢，大家双方下的意思就是说，都把这块棋的价值看低，就是点的话，白棋如果挡，那么肯定白棋转到这边来，他肯定不愿意，然后他挡这边，然后黑棋爬完以后，正常来说，大家下棋的时候肯定更多的是小尖在这儿，但现在小尖在这儿，你又没发展，也没意思，所以说呢，黑棋也是选择了这个地方立，白棋是拆。黑的尖顶啊，这个地方如果说跟着白棋拆，在这个局部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后续手段。对，这一拖断，拖断啊，这一拖断就会让黑棋有一丝的难受。那黑棋眼见着是把你吃掉，是第一感。第一感吃掉，先断了嘛，就把你吃了。但吃上面啊，我吃打上面，这个。你很难过，你要是粘上，那么就是说我再打一下，我就比较舒服了。白棋打我两下，本来我拖了虎，正常来说你可能都要揍上去。那么你退，其实白棋已经还可以了。是，然后我等于又搬了一个，和你接上交换，那你这就太惨了。不能接受。虽然说你这样比接上好一点，但是也不太能接受。对。所以说我要打的时候你要提，但提的话我一吃。你也不能粘上吧，你只能打结。那么这个结呢，其实主要是为什么说现在拖断厉害？你这个棋，我白棋，我就算打结打输了，那么你就算被你提了。其实我们看黑棋的这个子，它的子力是非常重复的。其实就等于黑棋你提掉，我拖先，你又顶了一个。那么我扑一下，其实这个子儿很也还好，以几乎就是损肯定损一点，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损。所以因为已经有了这颗子，这个扑被提也还好，你多这个子儿也无所谓，后上加后嘛。其实等于我脱先，你又顶了一个，那么明显黑棋是有点重复的，是这个棋，而且你这个劫还不见得打得赢，是啊。所以说你要吃的话，那怎么办？那断的时候，黑方最佳应手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从局部来说，最佳应手肯定是打吃，打吃了之后粘上，粘上。就这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如果你拖断，对吧？如果然后黑的白的长的话，那我冲下来，就这样的话形成转换，但现在关键是你有这个子儿，你被长出来，然后一拐，那你这个子的没有用。对啊，这目都没了。对，它的意义就不知道就没了，就没了。用的对，因为是有这个子，所以说这样下不成立了。是。那这样下不成立，这打也不成立。我记得黑棋是不是最强的还有往脚上长？对，他要不就退这个，要不往脚上退的话被吃了，这个地方也有点重复，可能也不太满意。就这棋可能白黑的现在只能往脚上长。差不多只能往脚上长。长啊，差不多只能往，他也有走这儿的，就是。你走这儿也可以，但是还是亏了，就被白棋这样交换，大家这个看一下肯定是骗，而且将来白棋还可以这种先靠一下，然后当你粘上再打一下，就是比较还是比较难受的，基本上最强的应对局部现在拖可能会长这个，但长这个就留着这样打出来的隐患，处出去就很有可能将来人给你处出来，那么你就算你再下，你也下不了尖顶了，你要再黑棋要再补，可能你也只能再退一个。是，就你补起来也很难受，就再怎么样也补不成，可以直接尖顶目数那么大啊，对，而且留了这个比较定时炸弹要定时炸弹是，所以这个拖断就下成这样的话，之前看到高手很多对局就是下到这儿就不走了，不走了，谁也不走了，对对啊，看后面的进程，对，白棋是处出来还是拖先或者这种靠都是有可能哈，对，是很难受，黑棋是被拖断，是非常难受，那白棋拖连扳，连扳就失去意义了。你连扳，我就打了粘上，就打了粘上。对你，你没有办法下成这样的一个棋形了。你最多就挡住，挡住那就正常。对，那对于局部来说，白方断一个是局部最佳的应对嘛？在后续，在黑棋这边有子儿的情况下，你一断非常难受。是，你有子的时候断非常难受。对。因为黑棋这边有子了，还得兼顾这里，对，是吧？对，还得兼顾这旁边。实战的话，黑棋没走，黑棋尖顶，尖顶，对，尖顶还是一个正常、正确的选择。然后白棋是走这个，对，白棋呢肯定就走这儿。你因为尖顶，如果说大家我随手，那尖顶不都是长吗？那要长再被黑的一拆，手段没有了，那被黑的顶到一下，肯定不能满意了。是，那么实战白的拆这个，那么黑的虎，这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有意思在里面。
白棋是接下来靠了一个，哦，靠，还是想威胁一下黑棋。嗯，其实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觉得外面飞一飞也可以，因为这个靠的话肯定是实地很大，就是他想把这个实地破了。嗯，但是因为我们看，如果黑的一旦这里下后了，其实白的这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黑棋从这里杀出来的话。嗯，所以我觉得飞的话把这个上面控制住，上面的控其实也没有很大，我觉得也还好。嗯，对，实战靠的时候，嗯，黑棋白，白棋，黑棋肯定要是出头，哦，双方下都非常紧凑。嗯，黑棋再扳住，哇，再扳住，然后白棋是打上面。嗯，黑棋粘上，白棋长，这样形成作战。飞，嗯，小尖，小尖。再搬，嗯，这个退的话肯定是做活的手段，但是我们刚才说这退如果这外边被黑的再来一手，是啊，感觉上有点惨。嗯，他还是得想办法出头，然后黑棋吃这个。嗯，哦，来的力一下啊，这种多跑一个正常来说都是还可以的啊。嗯，这种棋一般来说不能被别人一下子提掉，因为多跑一个你可以在外边还可以再利用一下。嗯，是。嗯，会有更多的先手。嗯，啊，接下来就这边先打一下。嗯，打完退一个吧。退一个，是退一个。退一个的时候，嗯，哦，走这儿，哦，尖一个，走这儿是什么意思？瞄着下部的挤，这边有一个，不，这第一感难道不是这个吗？这个棋，杨子老师，我觉得王老师很狠啊！你这个尖就感觉是不是要整块要攻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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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你可以这个啊，我可以，你可以，我可以相思断，你可以相思断，嗯，连回去，相思断，嗯，相思断。那黑棋是？我可能就外边打一手吧，打这个，嗯，对，然后吃一下。然后就外面走一个。嗯，就这样的话把白棋封上，白做活，将来再攻击这个。我第一感还是应该要尖这阵儿，这是先手吗？这个棋我现在怀疑。嗯，尖尖的时候，就是当然佟老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尖你硬我贴过来，对吧？他的意思是这个。那白的走在这儿，他那个能是能连回去是吧？实战白棋就走到这儿，然后黑棋就挤了一下。挤白棋挤呢？那棋挤，因为这个地方黑的棋有点紧啊，这个扳现在白的应该可以粘上了，这个棋这个刚好断不了。对，这外口外棋，对，这样如果说挤的话黑的只能粘回去。嗯，那么白的再把这个地方如果补住的话，看怎么补一个，怎么补一个。嗯，顶一个，还是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粘的时候然后顶在这儿，顶在这儿。哦，那这黑棋这一串等于啥也没下着啊，这一串。嗯，勺子吧，这个尖，误算，是不是这气看错了？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忽略了这个地方白棋可以挤。嗯，因为肯定佟老师觉得这样挤回去能吃掉的话，就等于连上了嘛，就联络了嘛。但其实刚才尖在这儿这样走，其实也是可以联络的。那我觉得还是应该走在外面。嗯，这一下感觉没少亏。然后黑棋是拐一下，嗯，拐完之后跳回去。哦，这一下没少亏，跳白的应该加这个。加这先手。嗯，不是先手，加没有走，黑棋没走。加，因为如果黑棋走的话，白棋可能会这样杀出来。哦，就白棋不仅是满足于局部做活了，是吗？对，我局部当然走一手我肯定活了。嗯，但是我杀出来，你跟我杀气我肯定不怕。嗯，对吧？我如果能杀出来，你如果强硬的分段，我跟我杀气肯定不怕。那我要是你要不强硬的，那我出来了。嗯啊，黑棋应该不能先走。对，实战先黑先这边先走了一个。嗯，大跳啊，这个大跳是不是也是在兼顾这边的空出？这边的靠，另外再瞄着这块棋。对对。然后白棋是刺。嗯。啊，白棋要小心一点，黑棋小尖。啊，啊，哎。下一步棋是走哪儿了？哦，活棋粘上。嗯
这步棋是赢了，这是感觉赢棋不闹事儿的意思呀。这步棋粘上啊，嗯，逆收一只眼，就是说这个棋大家可能看着很搞笑，觉得逆收一目棋，在这个对这全盘这么多大的地方的时候，他逆收了一目棋，是嗯，逆收一目加逆收一只眼，他主要不是一目棋了，他可不可能这个时候他去逆收一目棋啊？他就是为了这只眼，他觉得这两只眼瞪圆了，然后这块也活了，嗯、这块也活了。是自己往外走的话，不知道该下什么吗？这是可以不走了，不走也没关系。不走会死吗？我感觉不走也不会死，嗯、这棋。就是可能对形势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黑棋是直接打入。嗯，也挺有意思的。那那这棋也挺有意思的。白棋震一个。嗯。黑棋是尖出来。压了一下。压一下，嗯、对。拖。这个棋真的有那么乐观吗？嗯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作眼啊。嗯。拖退。就现在感觉后半盘白棋都是以防守为主。对，白棋所有的棋都是在做活。然后再挡下去。这不辛苦吗？这样下。黑棋立分段，反倒黑下的很积极啊。嗯。再飞出去。这棋也不难，他就反正就分段就行了。这个棋啊、嗯，这个白的就算做活之前这地方先来几下，感觉也不亏呀。就这种地方，先来几下，嗯、飞几下，就什么冲了飞的时候，黑棋就你冲我不要了、啊，冲这个时候冲不着了是吧？对，这是十几目棋的问题，我把这贴回来，就感觉这做只眼真的可以吗？这个棋啊。我通过这种棋却能看出来白对这个形势很乐观、走这个白棋是小尖黑棋是靠、白棋搬冲一下细腻 冲的时候也只能团对、不然有挤、挤先手其实如果粘上去已经断了嗯、然后断再断然后再冲出去，黑的就顺势冲，就是黑子下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很顺畅。嗯，好打。这棋白的感觉上有点苦呀，这个棋。嗯嗯，小尖。现在把这个吃了，这个吃回来。这个、嗯。这个，嗯，这棋刚才靠住是什么呀？这个棋靠住就局部白的是活的吗？嗯、这棋能活吗？不知道这个棋他吃这个、嗯，我感觉靠住还可以。白棋是冲，嗯、因为看白棋这冲了粘的时候，黑的粘上面。就是啊，这那这以后啊、暂时没事儿。我说这以后留着冲了扑进去。嗯，但这才有个冲，暂时还尖一下。但白的得到了这尖先手，那么他就活了呀。嗯，我们目前是已经跟上了棋局的进程。啊，就下成这样。下到这里啊，现在该白棋下，还没有落子。这棋我觉得黑的稍微，这个考，我觉得可以考虑靠这个。靠这个嗯靠白棋挖一下吗挖我打呀挖打就挖便宜嘛粘上粘上反正我就粘上呗粘上就这局部主要是活棋吗白棋我怎么觉得白棋死了呀如果是我挡的话这局部是死的是吗挡你应该只能挡就是这棋只能挡应该只能挡、只能挡挡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棋就如果我想杀你，估计应该能杀。嗯，就是比如说，我就最傻的是不是你就是不活，我就冲着打吃。嗯，粘上。然后粘上，我爬一个。爬我就团住。团住，团住。比如说，我就找个地方。
八一个啊，也不见得是吧？哎，团住打吃啊，也不见得死。但是真是，我就但是这有个结，就是局部反正是说刀把五，但是就可能这样杀棋可能是稍微有点风险。但是、嗯、黑白棋这里总还是感觉问题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哈，这个棋啊，这里挡在这儿，局部来说肯定是有点问题。对，嗯，这实战等于是黑棋现在等于走了个这个，那么其实上面的话感觉差不多，就等于这个地方没走到了，是不是？嗯，其实我走成这样以后，就是你如果想吃也可以吃，他将来还是冲着走，你就粘上，对不对？那实战等于他先吃这个，等于白的这个交换到，然后你走这儿，然后他先煎你一下，你粘上，上对，可以粘上，啊、然后打一下打吃，嗯，然后你提掉，白棋是立一个吗？立一个还是虎一个？立一个，虎一个。嗯，虎一个立好不活啊？立没活是吗？点那个是啥？活是啊，这还有只眼。对对，上面还有点我就尖，因为活棋应该是活，就是、嗯、这样被尖一下，等于这里活了。现在你等尖在这儿了，这你不能一下子打到这个了啊。嗯，这样两块白棋应该是都活了。白棋如果脱先的话是什么？这棋脱先会是死棋还是活棋？那做死活题。脱先我冲，冲就行了是吧？不知道啊，看看。完了，这是一道题吧？是不是打一路来着？啊，确实，这时候好像走哪可能都死。再靠一个，啊，总死，这也不能脱先啊，不能脱先。嗯，黑棋可能是觉得把这收一收，把这收一收，然后在这地方再攻一攻。感觉目数是不是已经还可以了？ 嗯， 嗯，白棋是虎，白棋虎在这儿。嗯，我们现在大概点一下目吧。这个地方，白棋大概是五六目棋吧，七八九十，十一，十五。白棋大概45目，如果黑的飞的这个。嗯，黑的大概不到50，哎，是不是也能下？就是黑的可能厚，哎、嗯，好收一下。王老师，这地方黑棋冲完打、嗯，打完之后再打一路小尖里边是啥？这个打掉吗？打掉，打掉是吧？哦，小尖这个，嗯。我只能打吃呀，我就回去尝一个。就是我如果，这是我没看错吧？这是一只眼吗？啊、提我立，你提小尖。对，我只能就说，我只能走这儿。棋，那我小尖，小尖。哎，这个棋局部是不活，局部不活哎，没有走，然后走了黑棋。这边黑棋没走，黑走是靠这个啊。那这局部是有棋吧？局部好像是有棋，是有棋的。嗯，哎，那现在不就能成吗？不成吗？还是白棋把这个不要了，白棋活那个小尖。不要了，那不要了，那欠块死这个啊、哦，那可能。那如果这里有这个手段，应该是有这个手段的话，哦、黑棋实际上是靠了一个。嗯。靠这个，嗯，有这个手段呢，还是很严厉、啊。白棋没应，这次比赛用时是每方是基本时间两小时，还有5次1分钟的读秒。啊、哦那进行到现在这个局面的话，不知道两位棋手是不是已经开始读秒了？嗯，我感觉按照。这个时间上的分配像是，因为这个正常其实也要读、啊，但他这时间拉的还挺长，对对，是不是等到这个读到最后时间再下？是，利用这个时间去判断一下形势。嗯，靠，白棋也没有走。哦，杨老师，这个棋有棋哈，有棋哈，有棋，强大，有棋，强大。
有棋，当然就是他可能有可能他先打吃，就把这提了之后他再煎，这样的话你是一个打劫吃他。嗯，啊、嗯，就是可能他暂时他觉得这边先来攻击你这个，啊，攻击完这个地方留着，啊、嗯，因为白棋我估计也没时间去补这个吧。是。这个棋我感觉上还是白棋要差一点。哎，这棋能不能冲了扳呢、嗯？白棋马上冲了。嗯，冲了扳呢？不是，白棋马上冲那个啊，冲了扳这个是吧？冲这个了是吧？他、啊、是补了，冲扳这个。那黑小黑打一下小尖还是走什么？一打可能我就捡到勺了。捡勺了？我这断。啊，你是捡到勺了。捡到勺了。那怎么办？那你要小尖，我伸手扳两下再靠住，那不只能弯一个？你弯一个，弯一个，我一飞，这样你还得补。我是刚才觉得这个飞还是蛮大的，这个棋，嗯，这地方白黑棋的棋形还是稍微有一点薄，嗯，靠白棋冲啊，冲这个，冲这个，这个冲一下，冲这个黑的粘上，那不是刚才的棋就来了吗？刚才的棋是不是就来了？得粘上。你这个直接就能来了。嗯。白是不是还在补啊？冲一下再补回去是吧？这地方当然将来白棋飞一个的话，好像可以分段黑棋。嗯。可以分段黑棋。嗯。这样就反攻。哇，这个棋还是非常乱。嗯。这个样子。当然白棋可以这样分段黑棋。但黑棋比如说我就贴回来，这个地方应该能出头，白棋这里也很薄，嗯，暂时应该不怕，暂时应该不怕。嗯，白棋冲的时候，黑棋这个时候先打了一下，对，先打这个，先打这个、哦、打这个感觉没有必要，这个不是先手、啊、这个棋不是先手，而且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步棋其实白棋他什么时候会走这儿啊？就是这步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手棋、嗯、估计应该是读秒了之后这个棋想先打一下不亏。啊，这个棋这个打没有任何，因为你本来其实是如果从外边提的话你这打一下也亏了，就是不可能便宜，这白棋不可能往这下。嗯。嗯。嗯，下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扳。啊，这个扳确实让黑棋很难过。对。考验一下黑棋，哎，他单扳的话、嗯，这黑棋好像也没心情往这猴一个了。扳也没心情猴了，扳可能只能粘上了。粘上，嗯，扳也只能粘上了。嗯，这个棋，哎，还很漫长，我感觉。嗯，这打吃确实没有必要，我感觉黑棋打吃一个。嗯。嗯，打在这儿，黑棋是不是对这块白棋？对，他是念念不忘，强烈的想法。对他从这靠进来，肯定是对这块棋。对这个打吃，他这步棋也是在破白棋的眼、嗯。因为这个冲了打吃，不知道头脑有没有看见，其实也不那肯定看到了，肯定能看到、啊、是吧？我宁愿相信我误算了，就没有看到他，可能看到了别的变化。嗯。嗯现在黑棋其实很难受，黑棋其实应该只能粘上黑棋，感觉、嗯、也没什么别的好下的。是，我、哦、飞了一个、哦，飞到外边啊！飞这个棋形，这很拼啊！这个棋这尖呢？尖，狗，粘，粘我杵下来。几？那这我扳你没活吧？没活。只能你可能只能勾勾，如果再被一扳，哇塞！嗯，他是哦，单靠外边，单靠外面，单靠外边，白的黑的并回来，并回来是局部是什么？这要做死活题，这盘棋一直在做死活题，这个棋扳一个，就是靠退，然后黑脱先哈、啊，黑脱先，黑的不肯定不能硬，硬的被扳，因为硬的话这可能被扳了嘛，死了呀，死了是吧？死了好像。死了吗？我也不确定。哎，爬的时候是黑的只能粘上面吗？哎，不对，黑的现在只能粘上面吗？粘上面。挡的话，冲完一打一点是死的。冲完打吃点这个，嗯。粘、嗯、上面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算一算。粘。
这个棋还很乱，我感觉是不是咱们等等他靠一个。黑棋现在好像也只能往回，只能往回退吧，啊，走其他地方都撞气，或者搬了再退，或者搬了之后再退，或者搬了之后再退，搞不清是什么情况，黑棋。搬了再退，这个棋还是很复杂，但我觉得应该还是黑棋要好一点，是不是，杨老师？黑棋好一点，我觉得，对，只要黑棋，我们看到靠的时候，黑棋现在迟迟没落子，那看起来黑方应该是没有读秒，对，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分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很遗憾，这盘棋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完了，因为看起来还挺漫长的，对，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大家讲另外一盘棋的焦点之战，那我们现在请王老师给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就是我觉得刚才形势的话大概判断完了，就是说现在感觉黑棋如果通过攻击的话，就是把这个地方该定型的定型一下，就是白棋感觉应该还是有优势，这个棋，然后感觉上白棋这里这些老是做活，这老是两眼活，感觉上有一点委屈，就下的有点缓，对，后半盘是不是因为优势的关系哈，整个形势步调非常缓慢，我本来是觉得黑的这个地方罗老还是有一定的误算，感觉上白棋还是可以的，这个老就主要还是这步棋，这个做眼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眼，我觉得后来通过做眼以后，黑的从这里打入白棋，其实一直都属于一种被动白打的一个状态，感觉像到这样的话应该还是黑棋明显还不错，是，那么这一代双方的交锋也是这盘棋的胜负的关键处了，对，那我们后半盘先讲到这里，好的，但是我们可以提醒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盘棋的进程，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为您带来另一盘棋的讲解，一会儿见。天元围棋。